错，我们今天要做的是特效史莱姆哦，是结合绿色的史莱姆，再加上后置，看能不能把史莱姆的特效做到最完美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哦。要准备有胶水、跟隐形眼镜、冲洗液、跟一个碗，还有小苏打粉水，还有绿色的这个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现在就先来加胶水。好，可以。脚。我们搅拌好了。好，拿起来吧。这是我们做的特效史莱姆，大家还喜欢吗？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要记得分享、按赞，还有订阅哦。旁边小铃铛按下去哦。我是 Robin， 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